你叫啥呀？姓袁，谁鸡巴知道你叫啥？多大了？十六。那鸡巴能装？鸡巴弄个小孩，你个道上还混不混了你？我管他大人小孩，能挣钱就装。中国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人。可是这两天算施工，先不发钱，干就干，不干就给我滚蛋。他差远了，要让死了人，他照样得出血。你把那号办了，他交给我了。我觉得封面这号或者哪两鸡巴女的都没碰着，死了我可亏。那中，今天就带他去，明天就把他办了。你看那号长得怎么样？相信，就啥都弄死能活。那一次，就是看你对那孩儿有点同情了吧？这鸡巴不是同情的事儿，我跟你说。我说咋弄？我说过两天再弄。你要不弄了？